虎哥，我这盼星星盼月亮的想见您，你终于召唤我了。虎哥今天心情不错啊，是发生什么喜事了？喜事儿，确实是有喜事儿。你帮了我这么大忙，我得好好谢谢你啊。嗨。 只要虎哥开口让我办事儿，我上刀山下火海义不容辞。虎哥，你尽管用我。这用完了，别忘了这个就行。钱我会给足你。我在这之前呢，有件事我得弄清楚。哦。有人看见你在送货的时候打一电话。 打给谁了？男朋友吗？我就让你送了这一次货就被条子给扑了，你不觉得这里头有什么不对劲吗？不是虎哥，你怀疑我串通条子？干嘛？你放开，我自己偷。 陈志勇的事情解决了？什么？别以为我猜不出来。这趟货会被条子扑，不都是因为你要给对头下套，自己打电话报的警吗？我不戳穿你是我嘴严，可你用这种方法来试探我，是你这个做老大的不地道。现在都搞清楚了。 这世界很酷。